他干啥去了，大哥？他上沈阳了。上沈阳干啥去了？他去看货去了。看货去了？啊、嗯。跑那么远？在我家有的干条啥的那边发货。哦。嗯。这大姐真有劲儿啊！时间去玩，没有时间去溜达呗。行，嗯，夏天去那景老好了。夏天好玩，夏天是。嗯，那景多好啊，那真是真山真水。走了，姐，哎，你俩慢点，哎。呀，这个还没刮呢，这两天儿雪都化冻成冰了。没有抽空，反正放外面一宿。哎呦，是吧？给我转啊！嗯，昨天晚上下雪了。嗯，这就是早事儿。嗯。哪天咱来逛逛早市。行。嗯。离咱家可近了。对呀。到家喽。嗯。哎呀，暖和了。哎哎哎，走。不认识我了。走。瞎了是不是？吓一跳。这俩玩意儿。你俩吃饭了吗？没呢。还没呢。发信息也没人回，没看着。在路上没信号。爸，你俩打电话也没人接。是吗？放水里了，那呗，开饭。你戴那帽子，看没看准了？戴帽子戴。从这冻上，这人都在家了，谁开门？嗯。起风了，九黑还想看看有没有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咋还得放桶里呢？有泡子呢。嗯。泡子进不去就行。还有豆油。豆油也拿着搁那个桶里。搁这吗？搁这里。这轻快小桶。这台子贵吧？啊，看看怎么样。啊，那一长一块是干啥用的呀？就是挡着这把子当扶手啊。啊。啊，这是把子，这是。挺稳的还。新的这不稳。我这200块钱呢，比我妈买的要好。你妈那种的也得个70-80的，她那个得70-80吧。但那种用不住，用两年就坏，用两年就坏。这个应该是电流的，那是我楼梯搁不进去，用的时候我就糗了。那你说家这个，我搁前面我房子。嗯。老上了，上车。嗯、看哪儿？这是老袜的。这得有100来只了。这么多啊，能看着吗？有黑压压的哈。嗯，这是有啥事要发生吗？不知道，刚才跟着哇哇的。它一直在那飞，在那叫，那是啥意思呀？什么东西死那块去了？啊，一般就是东西死了才会有这种情况。啊、完了，都去吃去了。哦、啊。完了，巨大堆。这个老大一堆了，100多只。啊，差不多。不是那得多大个动物啊？刨着来什么来？啊，刚死啊，他就过去啊？不死了，他看着一叫唤，都往那飞。哦。别走了，别
意拍我嗑瓜子儿，就喜欢拍。在村头掐个秧，嗑个瓜子儿。嗯，这学的挺像。嗯。